是党为主，信仰就是我们的这个组织，然后你的行动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力量。那么最近呢，其实呢，现在大家都是变成政治的专家，看到这个电视台，看到报纸呢，都知道台湾到底是怎么样了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。有些人就说，台湾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公信力，司法也不灭。